好，我们看十一题，Table Two show the price index and change in price index of four raw material ABCD using the production of a type of biscuit。所以这一个是它的 index of，这一个是 index of 16 base 13，然后这一个是 change in price from 16到19的时候，所以这一个是 index of 19 base 16，减少5%就95。为什么呢？因为我的100%减掉5%，它就会变成95%，没有改变就100%，增加就101，增加这个就120，所以这个是100%再加10%，所以是118%，这一个也是一样的。然后那这一个是120%，所以120、110、150、120。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有这一些，OK，好，然后那个是 A、B、C、D 的这边，这一个，然后这一边是这一个，然后我们有这一个 A、B、C、D，A、B、C、D，然后接着呢？再来这一边的时候，它是 pie chart，然后它是 mass，这个其实是它的 weight 来的啦。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 A 是120，这个是它 weight；B 是60，C 是80，D 是100。所以我这一边100加80，120加60，180，所以这一个是100。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是。A，他说 the price of raw material A，OK，so for A 的 P16 是99，他要找他的 P13 等于多少？OK，这一题是 A 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呢，它的这个 A 的这个呢，就我知道 A 的1613是120。So index of 16 base 13是120，所以我的 price of 16 over price of 13乘100等于120，所以我的 price of 13是99乘100除120，所以我在这一边9900除120，然后拿到的是82.8块，OK，所以这一个是 RM 82.8块，好，然后接着。B 的这一边，19 base 13，19 base 13，19 base 13其实很简单的，因为呢，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我的 index of 19 base 13等于 price of 19 over price of 那一个13，然后再乘100，然后我的 price of 19跟 price of 13可以分开。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是 price of 16 price of 16，所以它这个是 index of 19 base 16乘 index of 16 base 13，再乘，在这一边19 base 13乘100，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个是1913，哦，它 index 的时候这一个。这整个东西再除100，为什么再除100呢？因为我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就会变成这一个了嘛。然后我这一边它不够稳，所以我还要乘100了，然后再整个东西除100，OK，再整个东西除100，乘100再除100，它才 balance 嘛。所以我的这个乘这一个会变成了 index of 19 base 16。OK，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这两个乘上来直接除100就是了。OK，所以这一个是我的这一个 B 的部分，它的背后的理由直接乘上来除100。所以我的 index of 19 base 13的时候就120乘95。除100，然后拿到的是114，114
120×95除100=114，你还是写下来给你的老师看呐、啊，不然哦，他讲没有步骤完扣你的分，那就很可惜了。所以150×110除100，所以这个是15×11=165，然后这个120×120除100，这个是144，所以这个是 B 的部分。好，接着 CE 的时候，它要我们找 composite index。OK，